教育国之本，台师大负有这个使命。我认为从台师大来做，当两岸甚至全世界啊，我们一步一步做出去，让全世界都知道要怎么来以太极的文化让世界过着大同世界。这里的话我们感觉非常幸运，然后到了台湾之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说快来台风了，非常兴奋，因为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台风。到台湾这个快两个礼拜的时间呢，也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台湾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浓厚的传统文化以及浓浓的人情味。我好像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，而是回到了另外一片故土。然后有点遗憾，就是在溪头的时候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开始发烧，后边的神木没有看到。但是这个一点遗憾也算是另外一种收获，因为我感受了一下，在台湾感受了一下中医，我接受了一下气功的治疗，很快的这个头痛就缓解了。而且我感觉我对气功还是很敏感的。印象中呢，就是说台湾的概念大概就只有两个名词吧，一个是阿里山，一个是日月潭，因为那篇课文主要就讲这两个地方，所以说我认为台湾就是阿里山和日月潭，它基本上是等号的。来到台湾的话，我是第二次来到台湾了，看到台湾给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遍地翠绿，就是那个环境特别好，人也非常热情。